像中国、日本、加拿大、美国，以及后来韩国的女单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女单的比赛当中获得亚军的日本队的选手宫原。女单项目的银牌获得者，年仅15岁的宫原，在索契的奥运会结束之后，日本的女单将有一批选手呢老将会退役，那么只有15岁的宫原就将成为下一个奥运周期日本。